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和赵守寻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2014年金立智能手机杯全国围棋甲级联赛第七轮的精彩对局，是由山东景致酒业队的周瑞阳对阵重庆银行队的古力。赵老师您好。啊，陈楠你好，球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呢，又能再次来到中央电视台啊，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精彩的围甲联赛。今天这两盘棋的这个对阵的双方啊，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大哥哈，常年都是中世国界棋冠界军，的对领军人物哈，古力九段。那么周瑞阳呢，也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百灵杯的百灵冠杯军，的世界冠军啊，都是世界冠军。是。对，那而且也可以说是都是成名已久了。周瑞阳虽然年纪比较轻啊，但年是少他成名。对年少成名也是很厉害的啊，所以说这盘棋一定会非常的精彩。是。说起他们两个呢，好像我印象中啊，古力的胜率要高一高啊，些，对，明显要高一些，尤其是在06年开始，好像有一段时间，古力是居然连赢了11盘，连赢了周瑞阳十一盘，还有这个，对，那个时候周瑞阳可能还不还像年现轻，在这么成熟，对，对，但是呢，连输给古力十一盘，也是说明他可能是有一点这种苦是守的感心觉。里有没有一些负担？我估计是这样的。好，从棋风上来讲，古力是属于这个大开大合，是。啊，属于很力战；周瑞阳呢比较细腻，比均较衡均一衡。些对，所以说这盘棋，我们如果从赛前来分析的话，哈，就是，如果古力能够将局面比较早的引入这种战斗，战斗混乱的局面的话呢，可能从战略上来说，古力会占有一定的优势。那相反，周瑞阳如果这个太极拳，他这个花骨如果绵能掌打起控来，制好，控制好，那么下到后半盘，周瑞阳的这种细腻，他的这种均衡能发挥出来，是。我觉得还是周就瑞阳对的获周瑞胜的可良能性有就利一大一些。些了。对对对，好，那我们先进入棋局，想必大家也非常期待。对，那我们就边看边聊。这古力个的古黑力的棋，黑棋看上去是不是山东的主场？一般情况下，主将位都是喜欢放白棋。对，但这盘棋貌似不是主将哦，这是一盘啊，快棋，是，说到这个问题，还是得跟大家说一下，这两个人啊，古力、周瑞阳都是世界冠军，我对，们看起来一定是一个主将位置上的一个重量级的决斗，对，但是这盘棋却意外被两队放在了快棋的位置上。雪藏了，这两个这个顶尖高手啊被雪藏了，是。他们俩来盘快棋是吧？也很有意思，平时咱们看他们这个，慢棋这个主将啊看得太多了。是。在快棋上他们有什么样的发挥，我们还不太清楚。好，但是主将位置呢，他们留给了这两个队啊，都留给了非常年轻的棋手。是杨鼎新和对，姜维杰，尤其是我们重庆队，是98年的小朋友，对，非常的年轻，就担当起主将的这个重任。我估计可能是跟他们重庆队的一种，战略性的，就是更长久的一种打算是有关系的。要培养年轻培人，养新人，啊，担当起这个队内的这种主力的角色。那么肯定主将作为，本身就是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角色了。这个对跟这个两个队的分数是相关的。再有是，就是他会承担一定的压力，我估计这是我们的杨院长故意给他战这略么安部排署，的一个战略部署，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看点吧。高中国流，白古力下棋，其实很有气势的，他尤其是下快棋，他先给你来一个这个不常见的高是，中国流，对，打乱你的战略部署。感觉也是很有自信啊，都自下大信，家都不玩的，然后我们来玩。对，因为然后，快棋嘛，黑棋的一方可能会主动求变一下，就是下一是，些平时少见的，因为我可以准备。作为白棋的一方呢，一般都是被动的，就是应对对方，就是见招拆招的这一方。是，这先招效率还是很可观的。对，所以说，那你这个在快棋的过程中啊，你没有准备，你就来不及多想。所以说，可能黑棋呢是更这么一有个意利一图。些，对，他下一些不常见的，我准备了，你没有准备，那么你又来不及思考，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更有利一点。是。那看这个，要大飞手脚也不太常见，对。白棋从这边挂过来，对。然后拆回去。就是你走上面，我走下面。但是这个局部啊，如果赵老师我们都看作是这边都看作是手脚的话，那这个中心点不是抢到的一方感觉更好一些。对，这个是理论上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一个手脚，那么谁站到这个是，就是发展潜力啊，都是在下边。对，那么被白棋站到，白棋可能
更舒展一点吧。嗯，啊，但是现在的布局理论跟之前是有天翻地覆的变化的，完全颠覆了，完全颠覆了。以前的理论是只要能守到两个角，那就笑哈哈，对吧？我就开始的前四手棋守到两个角，那就赢了，能满意了。对，这感觉上这盘棋就基本拿下了。但是你看这盘棋，黑棋我黑棋的这一招棋是没有守角的，对吧？那下一招棋呢，我又放任你守两个角，无所谓。这个布局理论是不一样的，大家都比较开放，没关系。对，比较开放啊。嗯。黑棋挂。棋挂。嗯，白棋一间高加。对，这个加还是挺有意思的一步。但是我感觉挺少见的。对，好像加松的地方，这种多一些哈。嗯，第一加也比较常见。嗯。那它这招棋实际上就是有跟全局配置有关系的，作为白棋的角度啊，白棋很想把这个头啊出在这边，嗯，因为这边如果一旦出头的话呢，对黑棋，有一定限制作用，对，是一种限制。最好的结果是像这样，啊，退，对，那你不管走什么，我就顺势一出头，嗯，嗯，正好这个硬头往这个方向发展，对，但是下不成这样，关键的问题是，你要拖的话，人家肯定是顶，嗯，顶了扳。啊，这样无论形成什么结果，总之黑棋会把这个行棋的方向转到上边、嗯、从战略上来说白就失败了。是，所以说呢他很想，哎，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心态哈、嗯、他很想下在这边，但是你直接下呢又不肯，直接下被人家捅，这不舒服、嗯、所以说他就用一种加一下，对，这个夹得很紧啊，也是这个意思，逼着你出头、嗯、那他就顺势再跳，是对，跳一或者 跳这个或者这个，嗯啊，那这个黑棋也会这么来吧，会飞过来。但是这样无论如何，白棋、嗯、已经跳到一个，你跟刚才是不一样的、嗯、对，他已经跳到一个了，是，嗯，黑棋是一定程度上的受到了这个限制，就是他希望黑棋走这个，希望黑棋跳，嗯，所以鼓励下了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嗯，直接往这儿拖、嗯、然后白棋搬，对，黑棋退，白棋虎，这个有才能的棋手啊、嗯、就会他会创造一些定式，嗯，对吧，嗯，不同的局面下他会下一些你没见过的东西啊、嗯、鼓励的这个就是一种才华，我觉得、嗯、其实他这也是场合的下法，场合下法不走定式，他不肯下这招棋的交换，嗯，这个对，这两招不交换它是完全不同的、嗯、一会儿我们会慢慢讲到哈、嗯、这个是定式然后再拖了断是吧，对，这个是一个标准定式，嗯，但是呢他实在直接拖不交换这两个、嗯、就是其实最本质的，他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嗯，一个方向，是他不希望被白棋在这个上边啊下成一个很坚实的小堡垒，嗯，那对他右边是整个这个右边的布局啊是有损失的，嗯，所以说呢他宁可直接拖退然后直接在这拖断，嗯，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不要小看这两手棋的交换，嗯，他、啊、但是白棋实战呢他没搬，嗯，如果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定式吧，嗯，这定式是这样的，这嗯，对，对，然后拖了断，拖了断，然后白棋呢，它会长出来，对，长，嗯，或者是打一下再长，都这都有，嗯，对，再长，黑棋也长，黑棋长，然后拐吗？拐或者是补，这都可以哈、嗯，我们就是看简单的，嗯，这样呢，局部是一个定式，但是我们刚才说了，嗯，黑棋战略上的失败，这个、啊、白棋这个头非常硬，方向就不对了，你说你逼住他。对他没有任何危险，嗯，你要是不逼住他呢，你这边上面就没有发展的可能性，是，所以说这个棋虽然是定式，嗯，但是黑棋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对，白棋希望的局面，那如果没有这招棋我们现在再来看啊、嗯、就非常简单，如果没有这招棋的交换的话、再补一个，那我这个时候当然不会选择跳这个跟你这个战绩、嗯、我肯定是要点过来攻击你的，对，我觉得这一下交换也让白棋安定了，当然是白棋更愿意这两下的交换，是白棋更高兴的、嗯、是，黑棋完全可以通过攻击把自己的这个毛病补住、嗯、啊，防守住，但同时呢这个攻击白棋的同时上面又是被黑棋啊战略上的要点被黑棋抢到，嗯，所以说这个棋黑棋他不跳呢最本质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做这个、嗯、不愿意交换这个啊，嗯，那白棋当然是不可能选择这个定式了，对，白棋就也变招了，也变招，退一个、嗯、退这个、嗯，然后黑棋爬，白棋搬，黑棋再搬，嗯，连搬，连搬啊，这个就是双方必然的一个进行了，对，就只能这么下了，看起来是有一些必然性的，对，然后是白棋呢、嗯、使出了苦肉计，对，他这还必须得打一下，对，
再吃下去。嗯，是这个，提掉粘上。嗯，啊，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转换。嗯，白棋是让黑棋这边提了两朵花呀，这非常的心疼。嗯，啊，非常不开心。嗯、对，因为你这边是明显是下方，虽然是白棋是这个都是低位哈。是。但是毕竟是你的一个势力的范围，是一个白棋有潜力的地方。对。但现在呢，这个潜力显然是已经。不好发挥了，对，不好，对，被限制住了，应该说是、嗯、你只好自己围了一会儿，就白棋最好的下法也就缩回来哈、嗯，对，那所以说这白棋损失是很惨重的，但同时黑棋也付出了一定代价，就是黑棋现在看、嗯、这个脱退这两步棋，对，这被割裂了，对，这几个子很重，这是双方各有所得吧？嗯，这个还是得往外跑，这招棋对让我觉得很，其实很吃惊的一手啊。嗯，那您觉得他这个时候，第一感嘛，肯定就是拆一拆啊，从轻、弃了。因为首先白棋，我们说白棋已经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了，这是黑棋的收获、嗯。其次呢，这个地方将来的官子，黑棋一路一搬，白棋就挡不住，这其实目数并不大、啊。对，这几个子目数并不大。如果走这个白棋，比如说你就简单搬死、嗯，将来我一搬，你一弯，我爬这个先手，我们数一数目，白棋就吃了不到二十步棋。嗯，对。啊，可以弃了。可以弃。啊，我是这么觉得哈，嗯，可以弃。弃了之后他会不会觉得长出来对这块棋有点想法？他长出来呢，首先逃自己是吧？第一个，他是肯定是有一种这个自信，就是我，嗯、我就跑了，怎地？我不会死，是你能拿我怎么着、嗯？他有这种信心。对。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肯定还是对白棋有所这个，惦记吧。就是嗯，对白棋的棋形是，觉得没觉得你很好，对，不想让你直接连通。对，单纯从目数来说，这招棋也不大，说实话，嗯，就跑这几个子也并不大。对，局面还很空嘛，大的地方很多。这就是鼓励、嗯，他的风格就是这样。对对对对，不是所有人都会这么长出来的，嗯，因为这个其实很不给对方面子的下法，这是，嗯，人家付出了这么多，就是为了吃你这仨，是吧？结果遭到你不给，嗯，这有点谈不拢了。所以说，当头一震。嗯，攻过来，黑下尖。嗯，成。这地方几个交换一下。嗯、黑棋呢，反正棋形很难看，但是把它跑出来了。嗯、跑出来之后呢，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看白棋现在这一堆棋子，对，也得处理。也不对了啊，嗯、怪、哎呀。现在双方就是各跑各的。对，好，白棋回补一个。啊、这就是朱日阳。嗯。这条棋。大家看啊，堂堂正正，嗯，从正常的这种心理状态来说哈，像这个时候，本身我就非常愤怒，已经跑出来，还跑出来，对，这我就为了、辛苦苦为了吃你哥仨，你还不给，嗯，然后呢，我当头给你一震，就这个时候肯定是白棋非常主动，是，对吧？我手握主动权，嗯，那不说我这直接给你来硬的，怎么着我也应该把头出在前面，是，继续对你保持攻势吧，施加压力，施加压力，对，这是一般棋手的这个感觉，会是这样，心里可能是这样，心里是这样的，对。但朱日阳他就特别冷静，他觉得这个地方我无论走多少，底下这个还是有毛病，有毛病，有不安定的因素，这个被人家一点是很难受的，这个地方，对，嗯，你比如说你要这种联络的话，他就一跳，你还得再连，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欠棋的，嗯，所以说他觉得呢，这招叫做。先中后就是围棋术语叫先中后，先中后对，看上去是抢攻，嗯，实际上叫欲速则不达呀，是，嗯，看上去速度快，其实早晚要补回去，他就是先回补，对，先回补，这是积蓄力量、嗯，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思路非常好，嗯、对，接下来他下一招呢，就不是说在这种温柔的跳了，嗯、是吧？他就狠的就是震过来，是啊、如果要是就是思维更跳跃一点的话呢，他可能就是走这种。尖冲或者从这边震，远远的瞄着，对，嗯，就是一种这个大包围啊，是啊，总攻，嗯，对，是一种这个集团军作战的这种思路，嗯，而不是一个局部的一个一个扣局部的一个战术上的一个思路，嗯，嗯，白棋黑棋跳出来，对，白棋再继续站稳脚跟，把这个头封住，下得很稳呢、啊，很稳，白棋通过这几招呢。我们看，把下面的这个潜力又收回来了。嗯，啊，这个接下来白棋算是隐隐的有一定的潜力。但是感觉黑棋这个中央控制权可能相对白棋要好一些。黑棋也很潇洒就走过来，嗯。因为这边，你看一开始毕竟它是白棋的半边嘛，
下周这样感觉黑棋还可以，还可以，就各有所得吧。是，但是黑棋这个看上去啊，外面被黑棋控制了，嗯，其实黑棋的这个控制是很薄的，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有点花拳绣腿，将来人家就算最简单的往这儿下一个，你都挺难受的。嗯，没有白棋坚实。对，没有白棋结实，白棋这都是这个如钢铁一般的厚啊。对、嗯，这边也是，就是一排棋子。嗯，那我就来骚扰你一下，你这盖的话，人家可以搬。如果这就不好连了，不好连啊！你走这人冲出来，就是黑棋的这个联络实际上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嗯嗯，它没有看上去那么好，有点虚，有点虚，对。这就看将来双方怎么去把控了。嗯啊，白棋，当然下一手白棋必须要进入黑棋的阵势了。是。我自己已经自己的阵势已经被你这个被破了，弹光了。对。嗯、所以说，拖进来，这好像也是对付这个大飞手脚一个比较常见的手段。对，这个在局部来说是比常行。嗯嗯，就是拖了断。对，其实我们从这个。布局啊，下到这个可以说已经进入中盘阶段了。嗯、从下到这儿来看呢，双方还是我觉得啊，还是一直在执行自己的这个开局的战略意图的。嗯，我们从古力的这招求变，这招单拖开始。嗯，其实他就还是一直想把局面引入到相对复杂的复杂一些战斗。对，嗯，然后到这个长出来，对吧？这都是他的这个贯彻其风一种体现。但白棋还是一直在稳稳的走后。对，白棋的这招棋，大家看，这都是棋风的体现，鲜明的对比。是。他要先把拳头稳稳的缩回来。嗯。啊，然后这边呢，也是这个看上去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地方，他无师自捕，把这个自己的两块棋牢牢的连后。对，其实白棋周瑞阳还是在，竭尽可能的将局面引入到后半盘的争夺。后发制人。后发制人啊，包括古力这招棋实际上是挑衅啊。是，大家想想，是不是本来很薄的一块棋，人家两边都是铁，都是厚实，这么大踏步的，对，你这正常来说呢，就应该自己抓紧时间快跑，对吧？嗯，小兔快跑，要么呢，你就是一个马脸，这是应该说是步伐已经比较大的了啊。结果他这个是什么？这个叫什么脸？术语叫怎么说？这都没连好。嗯，对，没连好，不知道叫什么。这个好像术语里面都不是很好形容了啊。我们需要重新给他发明一个词汇，鼓励流。对，所以说这就是一种挑衅哈，嗯，就是希望你来局部来跟他去纠缠，形成这个作战的局面。对，看周瑞阳现在他又闪了，是，嗯，接下来黑棋打吃，嗯，是这个地方啊，赵老师特别想学习一下，嗯、因为这个咱们不是扭断长一边吗？对，这个地方首先你要搞清楚他拖断的意图是什么。嗯一般来说就是拖了退，对吧？哦、那被他立下来，我对这样的话就是不是很舒服。嗯，接下来呢就马上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往、嗯、就是再往下分析一下哈，嗯、就是比较深入的去看一下这个棋形。嗯，如果退的话，下到这儿应该是可以预见的一个棋形。那么下一招白棋就很难选择了。对，我肯定要拆一个。肯定要拆，如果拆在这儿的话呢，这是。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温柔、稳妥，但是效率不高的一手，他就坚住。嗯，甚至是他可以走在这儿，哦，去搜你的根，直接下到二路上。对，下二路也是可以的，因为白棋不太可能穿，这个转换白棋受不了，那边就都死了，太大了，嗯，所以说他大概只有挡，这样黑棋再贴。嗯，我是还要铲的。还要铲，这个局部的眼形还是不足，将来一定会被黑棋搜刮。嗯，也就是说。你这块没有活镜的前提下呢，黑棋这边就都是失控了，基本上自然成控。自然成控，对。嗯、所以说这个拆二呢是不太肯。但是再大一路的话，再大一路一定会遭到黑棋的打入，明显有打入，必然会遭到反击。嗯、对，你盖住的话呢，他这时候有一个非常手段，就是他可以挖这个。啊，挖这个。起一个子，对，然后打吃出来，搬出来。对，嗯、这个是场合下法，这个大家。嗯，切勿模仿。好，从这边危险动作切勿模仿。嗯嗯，但是在这个局面下，这就变得非常好了，因为让你提一个之后，你又不活，这个子已经进来了，黑棋这个位置也绝好，比在这儿好很多。嗯，在这儿的话，人家可以贴你难受。嗯，在这儿，全都一切都是刚刚好。是，都利用上了。对，都用是怎么办？白这块棋你被人家一点太苦了，你自己跑也很难受。嗯，所以说现在如果。看成这样的话呢，就白棋不好选点了。
对，一个具体问题就是白棋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嗯。那其实从思路上来说呢，也就说明白棋这个退有点重了。嗯，前面有问题。对，前面有问题，把变化下尽了。嗯，是。反而自己就没得选择。嗯。所以他要断。断。是这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思路。嗯。想的这步断。断的话呢，黑棋本身本手是长这个。长这个是不是我就打一下退回来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白棋就打了退。嗯，退回来。首先呢，这个目数上，黑棋脚力有点损失，对对吧？我再拆二，再拆二，拆个二。将来他劫财有利，他还可以连扳。嗯，这都是，就目数上黑棋是损的。嗯，最主要呢还不仅仅是目数，最主要刚才我们看黑棋立到这儿啊，白棋的眼位是不足的。是啊。现在呢，黑棋等于把这个立的位置变到并在这儿了。嗯，这个子对白棋的压力不是特别大，这就跟刚才完全不一样。不一样，白棋这一叉他活了，关键是，嗯，你就欺负不着了。你就算还能走在这儿，他就跟着你挡，他的眼位是够的。对，目数又好，眼位又足。嗯，所以说这个是白棋脱断的一个意图。对，黑棋不肯长，不肯长。嗯，黑棋当然下法很多了，我们就不在这个局部深究了。嗯，比如说哈，就简单摆，比如说他挡这个，这也是一种变化。那我要拐吗？白棋有两种，白棋就可以最简单的，就弃了就行了，长出来就行了。啊，就还是长这个。啊，这样的话，我们看黑棋，你如果走这个的话，我同样是拐吃。嗯。你粘上，这个能不能看出跟刚才的区别？那还是少了一个力吗？哎，对，本来你这个子在这儿，对，对不对？嗯。现在我弃了两个子，但是让你吃在这儿了。对。那眼位和目数差很多。嗯，这黑棋还是不能满意。不能满意。但你如果说不吃这个话，你就只有接上。嗯。啊，接上的话，我将来这个扳了连扳啊，这也是先手。嗯。这你不能开劫，开劫的话，这个我打在这边开劫，就是带着黑棋。厉害了。对，就厉害。对。这黑棋大概只有弯一个。嗯。或者是吃掉，或者是弯一个。那么白棋和刚才一样，这个眼位就好很多。嗯。所以说。啊，这个时候就可以，对，就是最简单长也行。嗯，打吃了拐吃也可以，就是这里面白棋可以选择。是，所以说黑棋呢，还是我们说来说去啊，这个立在这儿是要点。嗯，对，从这可以看出来，黑棋要立在这个地方。嗯嗯，那这个时候白棋是只能打吃了吗？我能不能贴？这个时候就白棋，嗯，如果贴的话，我再打。贴呢？那我打一下拆，差很多吗？本来你这个子是在这儿的，啊，现在变成挡在这儿，各有利弊。但是什么拆一下？但是这个白棋就没有达到意图啊！白棋本来弃两个子是逼他吃在这儿的啊，对不对？总之呢，他这个子下在这儿了。嗯。嗯，这白棋啊，这时候不能再退缩了。就是你只是这两个的区别，但这两个本身哪个好也搞不清。是。嗯，就我们说了好多局部的问题哈，嗯，实际上中心思想就是白棋是在征求自己这个。最大限度的生存空间的问题，我，嗯，这嘴舌头都绕过来了。白棋是在努力的争取这个生存空间的问题，嗯，那作为黑棋来讲，黑棋就在压缩它的生存空间。对，实际上就是双方就在争这个问题。嗯，一个很小的问题，看上去是很小的问题，是，但也是最核心的。较劲开始。对，嗯，因为他们这种顶尖高手嘛，嗯，不肯让一点都不肯，一点都不肯让。嗯，啊，实战呢，那既然你选择这边，那我就只有。跟你转换了，还是这个思路，嗯，就把这边吃掉。那这个打劫了，看上去对，打住，这个地方白棋只有开劫，开劫，还是踢掉，啊，踢掉。那这儿好像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劫财，这个劫财很厉害，这一冲过来是不是要死了？就已经死了，这一冲过来肯定死了，跑不出去了是吧，啊？对，所以说这个劫，那这个还是太大了。那似乎黑棋得让啊，黑棋去哪儿找劫呢？这个没有劫财。嗯，对于这个劫来说呢，是天下大劫，白棋肯定是闭着眼睛给你提了。是你这种地方是不行的，这断了长吃不掉我。哦，应该是吃不掉。白棋可以这个跳一跳，嗯，往外挣扎一下。啊，如果能全吃了的话，黑棋有可能会考虑。也可以啊，嗯，也仅是有可能吧。但是风险有点大，风险太大，太好吃，嗯。所以说这个黑棋。也只好让步，让了。但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构思，嗯，我觉得是黑棋啊，鼓励啊，从这个局部来说，他立在这儿，说实话，我第一次见到，但是能感觉出来，鼓励真的是一位才华非常出众的，勇于创新，对。
我们看啊，它这个棋局部看上去黑棋，白棋是可以满意的。因为在你有先这个星位加搭飞手脚有两个子的前提下呢，我跟你形成了一个转换。对，而且似乎白棋是先手，是不是？对，他还得尝一下。对，但是我们从这个局部问题解决了之后，我们再抬起头来看全局，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黑棋所有在棋盘上的棋子都是闪闪发光的，都是可以说是位置绝好。你比如说这招棋，高位，高位，这个时候如果轮黑棋选择的话，那个陈楠你先下哪儿？这个时候如果说没有这个子轮你下，你先下。我觉得他这个挺好的，就还是下在这儿，对不对？我觉得还可以。对，我也觉得肯定还是下在这儿。嗯，那这个子呢？如果没有的时候，你下哪儿？这个子，如果我扩张的话，反正肯定是中央找一点。是不是觉得好像也是非常棒的？对对对，也不错。对吧？可能也可以下在这儿。嗯，这就说明什么？就是黑棋把之前下的所有的棋子变成好棋了，都变成好棋了。嗯，所以说从这个整体的战略上来说呢。黑棋在大局的处理上是非常的棒。鼓励是在局部牺牲了一点的利益，局部可以说白棋成功了，但是他从全局来看，配置绝好，下得非常的好。但是另一方面讲，是不是这种棋感觉黑棋不太好掌握？掌握，因为白棋都是现抄啊。这个好不好掌握呢？其实也是跟棋手的水平有关系的，驾驭能力。对，像我们业余棋友的话，你说你好，我们想到一块儿。像我这种水平来说呢，我觉得挺难掌握的。您还没什么问题，就是业余棋手的话，感觉这个黑棋风险有点大。对，但是像古力这种，他这种集团军作战啊，大场面见得多了，所以说他喜欢这个局面。他喜欢，对对，他觉得这个局面，他对他来说是可以驾驭的，很好控制。方向盘在自己的手中，所以说他就选择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好好体会啊，下得非常的好，把所有的棋，刚才这块还可能是薄棋，是全部连起来做模样了，都变成好棋，下得非常好，那行，那接下来我看白棋啊，想想办法，就该想办法了，这个时候白棋必须要动脑筋，那他下一招该怎么选点？是，我想也大家也可以仔细的思考一下哈。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一会儿回来再给大家去解答。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好的，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这盘棋，接下来的进程哈。是。刚才我们说到现在的局面，黑棋应该说是非常主动，对。宏观上来说，黑棋是达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了啊。虽然没有形成作战，我刚才说鼓励这个，属于是期待战斗，对，期待战斗。但是实际上这个局面接下来肯定会发生战斗了。对，因为白棋势必要进去了。对，这个不能忍了。比如说白棋在这种简单的想骚扰一下的话，人家就算最朴素的跟着你围，这都围上，这个白棋肯定输多了。这么围白棋不够是吧？对，输多了。我们接下来看这打吃先手，对吧？这可以，接下来定型是这样的，脚里面挡一下，对，打吃，打这个，看一下，对，我们就简单的分析一下，大家就能够知道现在的局势了。那这样的话，黑棋这个通天的一条边，我们看从三路，数到头是多少目？57目，对吧？这还胖一些，再胖一些，这上面加上这个，在这个潜力，就这一块棋就得有快70了。对，这一块快棋十加上全盘，这块棋可能将来拱一拱贴目。贴目啊！你白棋去哪儿围70目啊？这上面也就30目吧。这一块不到30目。底下呢？底下能围40目。这个白棋，因为黑棋非常厚啊，现在黑棋很厚啊。白棋自己要干围，这是不太现实的。有点困难。有点困难，所以说这棋是，白棋是必须要进去的。就是怎么选点的问题。对，这没走。还没交换，肯定要打入，肯定要打入。白棋如果要是打入在这儿的话呢，还是黑棋就立下来围。对，这样白棋不够，黑棋可以出来。嗯，这样白棋无论怎么跑，黑棋这边是必然会围得很舒服。这边都围上也不够，不够了，不够了，这个太大了。所以说黑棋的根据地啊是在上面，上面啊。白棋必须要进来。那我打上面呢？有危险吗？打上面危险，打上面的话，它还是
稳稳的把这个扎住，还是立这个？对，这个我想办法折腾折腾，能活吗？危险，危险！你面对的是鼓励，鼓励这个力量比较饶了你，大对，嗯，这就风险比较大，风险大了。所以说，他实战走了一个很妖娆的一步棋，是，潜水艇，嗯，跑到二路上去了。对，这步棋，我估计这个对棋友们这种视觉的冲击还是蛮强烈的哈，是，挺意外的一手，他是不是觉得就是想在这地方活了就可以了？他这招棋实际上也是一种适应手。嗯。走在这儿之后呢，黑棋有几种态度。第一种就是说我让你放你去那边。嗯。但你放我去那边的时候，大家看比这个就差很多。这个我直接盯在这儿了。对。啊，这样的话呢，我就算再飞出来，我将来这个爬你是很讨厌，就是他带着眼的。是。所以说这种态度呢是太友好了，这个这不像鼓励。对，还有是这种态度，尖在这儿，尖在这儿呢跟尖在这儿其实意思差不多，他就爬一个，先爬一个，继续麻你一下。嗯，你要是一直退着不行，这受不了。我搬住吧。对你搬住的话，他就断。啊，这边造出点味道之后呢，他再来这种腾挪。各种骚扰。各种骚扰，对，这个打吃这种气很紧啊。嗯。你这种扳，比如说这肯定不行，这我一连扳就接上劲儿了。对，这打都不敢打，这边一打了一翻吃就完了。嗯，对，眼见就出棋了。你只能立，立的话我再靠。啊，总之这个看上去就不好对付。对，不好对付，马上这个味道就出来了。是。他活一块是很轻松的。嗯。所以说，这个态度也比较友好。对，还不能轻易让。不能轻易让，这个时候就是双方都是箭在弦上啊。嗯。所以白棋来讲呢，白棋压力非常大。是。我看说你走什么都不够了，你必须要深入进去去做活。嗯。这也是逼着我们的周瑞阳来去跟鼓励决战了啊。对。这鼓励是意图达到了，但是接下来你怎么办？具体的问题怎么解决？也得攻好了。对，也得攻好。不能太让步了。对。思路是你好，棋下的是你漂亮，对吧？但是你离赢棋你还有一段距离要走，怎么办呢？就只有一招棋，就是把它顶住。嗯，非常非常强硬的一手。顶这个的意思，它是让白棋选择，让你下重。嗯，对我如果尖的话呢，你这个子没紧住你的气，你是轻的。嗯，接下来我很重，你不管你爬哪边，我都非常重。嗯、你可以来腾挪。是，但我顶在这儿呢，你如果只能长，不管你长在哪边，那你这就非常重。嗯，对。那白棋应该也不会走这么重的棋。白棋不会，白棋下一招棋就是快棋领域，我觉得下的比较好的哈，嗯、可能是比如说要古灵毅啊、古力这种，都是在咱们国内拿头衔很多的。嗯，快棋冠军。对，快棋冠军，周瑞阳呢，可能相对来说他头衔少一点，但是我也觉得他是一位非常厉害的选手，嗯、就快棋领域。中国棋圣呢？对，棋圣啊，是是是，下一招就是。周瑞阳开始表演了，他的才华，我们看30秒读秒声中催促之下啊，能有这样的棋感，先在这儿露一步是吧？考验你一下，你顶。接下来呢，他不是长，也不是长，嗯，也不是在这儿乱飞，他就在这儿，继续潜水艇是吧？继续潜水艇，他借用这个上面的味道，对，嗯，制造了瑞阳二号，是。那这个明显意图，你得在这边下棋啊，这个就是，否则他连角一块拉回来了。对，我就打住就不行。他是要、要利用这个子的味道哈，充分利用好每一颗残子的味道，是去腾挪。嗯，那这时候黑棋也有几种下法，一种就是靠这个，一种拐这个，嗯，大同小异。无论你下什么，这都是比较老实的。对，白棋都会尝到这个。嗯嗯。查完了之后，由于有了这两招的交换呢，他再飞起来。这再一飞，这怎么杀？这个小堡垒就已经打好了。嗯，这个黑棋就基本上是没法杀的。是。啊，因为你如果跳的话，封头，那么他爬了一贴，这局部就已经活了。活了，嗯。啊，你如果靠在这儿，这不像棋，这人家不是就冲，就是你这个位置是已经进不来的了。嗯。所以说这个棋呢。那这活了黑的肯定不行，而且活在上面了。对对对。嗯。这两个大同小异哈。不行。所以黑棋呢，他。走了一个这个，走这个，这个就是、也是非常强硬了哈，针锋相对的，对，紧紧的肩住你，嗯，这个暂时我是拉不回来的，暂时拉不回来，嗯，啊，暂时拉回来这气不够，所以说他在又灵活了，走这个，嗯，这招棋的意图非常明显，还想拽回来啊，还想拽回来，这招棋什么意思呢？就是下一招 A， 对，往里一长，嗯，那么黑棋角就死了，嗯 ，B 往这一长。
这一场大家看啊，如果你补这个，不管你怎么补，嗯，黑棋白棋往这一上，这个黑棋就麻烦了。如果没有这个子的话呢，黑棋扳住，这什么事儿都没有，你断了就把你争了，嗯、对吧？你接下来在这边不知道能不能活哈、啊，就算活也是特别苦的苦。是，但有了这一招棋，白棋这一断，争不掉了。嗯、你争的话，它可以跑。嗯。只有这样，长，嗯，对，这样的话这白棋太简单了，嗯，轻松处理了，嗯、对，轻松就随便下了，这三个子的味道，白多了三颗棋子，大家想想，嗯，让黑棋这两个这么气这么紧，啊、嗯，这我就已经不会了，应该说是随便玩啊、嗯，所以说呢，这个时候黑棋嗯非常困惑了，白棋飞这个就是白棋的前水艇一号，嗯，前水艇二号。再加一个飞，再加一个飞，对，这不好对付。这黑棋就已经很难对付了。你这两个点你怎么去防它？但是古力啊也不是一般人，他怎么能把两边都防住呢？对，他点在这儿，点这个。啊，这就精彩了。这个时候白棋就有挡。嗯。下一招棋呢是有故事的。这地方还是要出来呢。还是要出来。按说你点了这个之后就应该贴。嗯。但是如果贴的话呢，它这一长，长这个杀气，这就出问题了。我可以打一个顶一下，您是一二三，哎，这气，气是可以这样的，你顶一个，我粘上，打，对，但这样的话我一拐，我就，哎，您这个拐不到呀，这不是我的权利吗？刚才点目的时候，点目的时候是，嗯，但是你现在是来不及了。来不及了，那我什么时候打一下吧？这个就是这盘棋最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嗯，对，先打呢不肯，为什么呢？这是宝贵的劫财，嗯啊，而且这个也是有一定损的。你先打了之后，目数倒不损，就是你让它提干净了，这边的点呀、啊、什么这些味道都没有了。嗯，本来这地方我不打这个我是保留的，嗯，对，所以说这个黑棋当时不甘心啊，没交换这几步棋，嗯。但是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走不着了。对，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下、这个。对，现在就是黑棋已经打不到了这下。嗯。比如说你先贴，我就退回来。现在打呢？现在打。有已经要了那两个子，我把你脚吃了。啊。啊，这两个现在不是奇迹了，这两个是奇迹。是。我把你脚吃了之后，我自然这几个子就跑回来了，外面也跑回来了。周围形势变了。对，周围形势变了。如果先挡这个。先挡这个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有吃着这下，我就算把你给吃掉，嗯，这黑棋这个打吃是没有的。对，他是不是这差了一气？嗯，这接下来就是气有关系，有关系。接下来你顶了走，我断了一下，这个地方可以长气，嗯、黑棋局部气是不够的。嗯，所以说这个棋非常有意思，很重要啊，很重要，就走不着。实战呢，黑棋这个时候来啊，现在走来打，那也走不着了。这显然走不着了，这个、肯定、嗯、对。他这一冲出去就挡不住了的感觉。来起山一顶。嗯。你这个得长。得长。然后我再往前冲。这个从实战的结果来看啊，黑棋是大大的失败。这个，他是不是实战啊缩回来？这挡不住了。挡不住，嗯。嗯，为什么说黑棋失败呢？就是说黑棋当初，嗯，我们说对他不吝这个赞美之词哈。下的多么多么漂亮，多么多么大局，嗯、多么多么有战略性，这一下被穿破了。对，但是就因为这下没打着，嗯，这一切都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啊、嗯，都不用谈了啊。所以说下到这儿呢，白棋再一扳头，黑棋在他最主要的大本营啊，被白棋穿的是七零八落，有点碎了，已经碎掉了。对，嗯、那么黑棋所谓的收获呢，就是这个打吃这将来可以提掉，嗯，但是他现在已经来不及提，现在也没工夫去提这个，是，啊，没时间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太小了，嗯、所以说，对，所以说这个从，全局来看啊，黑棋是作战大大的失败，嗯，那白棋这几下潜水艇这个组合拳还是很见效，很见效，嗯，这个。回头古力肯定是会深刻的反省一下，就是哪一个环节没有处理好，是不是应该先打，比如说第一下就把它打掉，嗯，或者说是在这个过程中啊，你就不能选择这个变化，嗯，啊、可能只能忍耐一下，但是他很难受，这个地方只能说对方下的太好了，太好了，是，不是我军无能，
是这个瑞阳太狡猾，敌方太厉害了，那他还得拐回去，还得补一个，这补呢还没吃住，人将来还能度过。黑棋看这吃了半天，这边也没吃住，这边也没吃住，到处欠棋。这边呢，这底下还是漏着风，太难受了。这个白棋太成功了。你看瑞阳这个手法，靠了一虎，多潇洒啊！那感觉完全下出来了，是轻轻松松跑出去，得顶一下。对，这还必须得顶。然后他这时候真讨厌呢，他利用这个毛病，他点你一下。这个我肯定得挡住。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棋很妖，这步棋啊非常的妖。白棋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往外跑的。按说啊，就不管怎么跑是往外跑的。处理。但他也不知道该跑是往哪个方向跑，所以说他这时候先点你一下。这点本身来说是一步后手，对不对？你看他本身后手，这地方我有吃，这地方我能接，你吃不掉我的。但是他就是把球踢给你，看你怎么办。你如果接上呢，他就便宜了。对，你如果走这个的话呢，你就中他计了。其实你走这个，他反手一夹，他就有方向可以跑了。对，他就是借点劲儿，就是借劲儿跑啊。对，你说你脱先你怎么攻？他也得走棋，对，你得走棋。你脱先呢，我就 A B C D 全都是先手。对，而且我将来还有可能从这儿断了什么顶完了之后跑回来。黑棋味道又很坏。但是这个实战其实黑棋从这儿挡住之后，这边还是有先手的。所以这招棋就非常妖，这招棋很妖娆。他实战跳一下以后，这一挤还是先手，对，这个眼位都出来了。所以说这好棋啊，他就是便宜你一下。是你如果接的话呢，这个味道没有，他一定不会跳，他一定是从这边跑。是，就离你这个后势越远越好。哎呀，这个真是下的太好了，我觉得这招点下顺了。这个地方状态出来了，他就是杨的这种细腻啊，完全发挥出来了。他这局部的小刀子太厉害了，让你这个很锋利。这鼓励这时候应该是挺难受的。对。那这个也得攻击啊。没办法，他鼓励虽然是也是生气了啊，靠出来。这时候周瑞阳就选择了一个也是最激烈的下法吧。是。看准机会就不给你留退路了。这地方打。这都是必然的。这个。然后。像这样呢，白棋先点一个。这点太讨厌了，他就是希望你就把你打回去，然后这再打回去，他再去处理中央。是，总之黑棋的这个发力啊，看上去来势汹汹，其实白棋底下很轻，是啊，无所谓，他可以给你吃。啊，这点黑棋提，然后白棋是这边搬了一下，对，搬太讨厌了，黑棋在弯，企图争先手，但是白棋也没提过来，没理他，断这个，把这断了。黑冲，这个断了，黑棋非常难办。你如果吃这个的话呢，他这一接先手，这坏了，这黑棋已经坏了。再一断，这跟这劫没有关系。对，这边是，就是黑棋自己死掉了，要死了。所以说呢，黑棋这个时候就只好使出苦肉计。就是他不能让你断进来，他不能让白棋这个断。是，所以他冲断，先冲。冲断，白棋打，白棋打，这个时候黑棋再打吃，这时候是断不进来了，白棋先立，先立一下，挡住，这边再提掉，这个时候呢，对，粘上，这时候它唯一一个好处就是吃苦肉计之后让你进不来了，然后白棋是不是提劫？白棋先提了个劫，黑棋，这个提劫很讨厌，是不是只能吃这一带的样子？好像黑棋粘上了。黑棋把这个接住，然后白棋是不是把这个接住？白打这个。打一个。黑棋提掉。但他这有劫财。对，他就接上了。不是，这个地方白棋是先搬的。白棋没有打这个，白棋先搬，先度过的。交换了一个黑棋断，这个时候白棋再打，这个顺手劫财，是不是就粘上？太难受了，这黑棋我们看吃了半天啊，这就是吃，将来人家寡吃还先手，对，就吃了这么一点，这个目数实在是太鸡肋了，这吃的都是残子，上面还待着，其实上面还没吃掉，没吃着，对，人家一接上，人家目数跟你差不多，吃了半天，整个一个高中国流，刚才说这地方感觉这还有班，这杀不掉，这不是感觉就马上就出棋了，提一个，
这个是，还得找一个结题吧。题对，找了个结，管事，题掉。然后它只能粘上。对，题只能粘上。嗯。然后白棋这个时候再把这个粘上。嗯，活了吧？这是。这本身你可以搬，但是现在不行。对啊，我提先手。他拱一个。嗯。这个提前手，这边有一个度过，有个打劫，对，这个打劫度，这打劫度基本上黑棋是玩不起的，因为打完了黑棋全死了。是，所以说这个棋粘上之后呢，这角黑棋也吃不掉了。对，嗯，黑棋怎么办？黑棋吃这个来了，吃这个，嗯，吃这个呢，白棋就特别简单，白棋就放弃了，搬一个，那就搬一个啊，这都是考验黑棋。这黑棋也没法打，还把这个提了。对，因为你打这个的话，它就跑出来，这搬一下紧住黑棋一气。嗯，这里面变化稍微有点复杂，但是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深究，我们就去体会一下吧。总之，黑棋是在这个局部啊，虽然说看上气势汹汹的去杀出来，但实际上呢，气特别的紧。是，气特别的紧，白棋充分利用这个气紧的这个弱点哈。等于它全连回去了，连角一块活了。连角那边全连进去，目数，而且吃的目数很大，是全跑了。嗯，这是不是形势差挺多了？这个就完全没法看了。黑棋把这个提掉，黑棋终于吃了点目数，吃点是点。嗯，但是这样的话，白棋这边这还先手，关键是。对，这个还得挡。还得挡。嗯。然后最讨厌的是，他连这个小尖都先手，实在是太痛苦了。这个黑棋。对。团上。嗯。然后呢，他再回过头来去走这个，其实这个时候白棋已经完全没有，他这个当然是。局部来说是好棋哈，本身目数也便宜。嗯，你要打吃的话呢，他一路打到先手。嗯，对，是。但其实他现在完全没必要，他只需要做一件事情，补回来，补回来，这个棋就已经下完了。已经赢不少了，应该赢不少。嗯，对，进程上看。对，我们看黑棋这个本身，我们说这块棋是多少目来说，快七十了，对吧？现在呢，就数一数就是三十来。是。甚至白棋这块这个角比你这边都大。嗯。也就。就满打满算吃了三十目棋。嗯，白棋黑棋这个战斗就是白棋太失败了。白棋从二路潜水艇一潜进来之后，把你七十目的空破成只有三十目。嗯，而且外面还是我的子，对外面黑棋连潜力都没有。是，外面还是白棋的子，搞不好白棋还能成点目。对，白棋还能围点目。嗯，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棋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围住，黑棋就已经输很多很多了。嗯，就没法看了。他实战呢，就是杨，就是这个，他很讨厌，他又再追求一下。嗯，啊，他这种小地方实在是很厉害。嗯，对。那鼓励这个时候肯定胜负手要放出来。对，嗯，这个可以说是胜负手，也可以说是在最后的战场吧，寻找一个最后的一个机会。嗯，啊，因为再不发话是就来不及了，就没有地方可以争了。但是看白棋啊，特别稳。嗯。白棋是不是把上面吃回来？白棋就理都不理你，这两个子你不是想吃吗？对吧？给了，给你吃。对，最怕什么呢？这个时候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是吧？对，这纠缠就乱了。咽不下这口气的话，我估计他走这个。嗯。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去上面度过的话，嗯，因为这个度过是最大的。如果你要是再就是连的话，那黑棋肯定便宜不少，先手把你空打穿。是。所以说，大概是要回过头走这个。嗯。那你如果先跑一下的话，这就看不清了。这搞不好再战死了就不好说了。对，嗯，那你就前面的这个优势都成泡影。对，啊，就胜负关键成了这个最后决战了。是，对吧？那现在我这手头占有大把的这个优势，嗯，我跟你干嘛跟你拼命呢？对不对？是，啊，所以说这鼓励的目的就达到了。对，所以他特别清楚，这个时候他根本不跟你废话，啊，直接打、嗯、打过。你要吃随便你，你要随便吃，啊，这时候比较小。对对。嗯，他是不是这会儿断这个？嗯、断这个，嗯，这个也其实没什么意义。压过来，他就把这个吃掉。对。这个时候、哎，这个时候他在跑，嗯，这个时候他跑就是立于不败了，因为这轮我下，现在对不对？是。嗯。跳一个。他还很讨厌，这、嗯、还先骚扰你一下。黑棋把它扳断。对，这个黑棋现在都是没有办法了，都是在拼了啊、嗯，做最后的拼搏，嗯。真是。这个扳断其实也是很难过的。这边打两下，粘上，
然后开始尝一个啊，对，这个是鲜手，可以粘上。白棋再把这个并住，嗯，是吧？稳稳的，稳稳的出头。对。那这个时候，黑棋也，黑棋现在自身也不活，对，也出现问题。嗯，他就先点了一个，对，然后把这个挖断。但这个挖呢，其实是白棋非常非常欢迎的一步棋，特别希望看到的就是你这种挖。嗯啊、嗯，还是吃了当初那两个。对，它特别特别简单，它就给你了。粘上你断。嗯。对，像这样之后，它在阵头是吧？它是走了一个什么？这个。啊、嗯，走了一个飞。但它中央它也要成木，是吧？中央黑棋白棋要成木。对。就是其实白棋啊，最终它跑这个，我们刚才看它跑这几个子，它其实也不是要跑，它的目的不是要跑，它的目的就两个字，叫做定型。啊。我跑，你得跟着我跑，对不对？嗯。啊、嗯，你一跟着我跑，我就来这个不断的去刺激你，让你去吃我。是。啊，但是只要你一把我这两个子一吃，我就发现了，他也就踏实了。对对啊、因为棋盘其他的地方就都已经定型了。对，所以说这就高手啊，他就高在这儿。嗯，他的这种这个战略构思特别的清晰。嗯，我们有的时候形势好，但是不知道怎么赢。但这个周瑞阳，你看他就形势一好了之后，你就觉得这个棋盘特别特别的小，嗯，就没有地方挣扎，那你只能这么下，他跳出来你只能跑，对不对？对。得走，你已经竭尽所能的去跟他拼，是，但是走来走去，发现这个棋盘越下越小，这就是以典型的优势转化成胜势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功力非常的深厚，嗯，深厚，嗯，所以这盘棋其实下到这儿呢，后面也就没有什么悬念了。对，后面基本上就是关子。白棋又成了一些木数，感觉就差的更多了。对，其实就形成了一个转换了，就是各为各的，一人围点。那我们刚才说白棋优势那么大，嗯，咱俩一人围点，黑棋肯定是不够的，不够了，嗯，啊、嗯，最后也是。这个白棋是很漂亮的，可以说吧是完胜，拿下了这盘很关键的快棋比赛啊。嗯嗯，总之这盘棋呢，周瑞阳是发挥的非常非常出色。但是古烈有点可惜，开局下这么漂亮啊。对对对对对。嗯嗯，好的，那么这盘棋咱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吧。好，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再见。